心，怎么说，很 aggressive， 很有心，很有进攻，很有侵略。侵略性，侵略性，侵略性。你打得很有侵略性，对。很有侵略性，很有侵略性，很有侵略性。一直忘记，很有侵略，你打得很有侵略性，很有侵略性，打得很有侵略性，你打得很有侵略性，侵略性。这叫面包，对不对？面包。你们叫这个叫什么？空没投到外面去了，没有，连篮筐都没碰。三不沾。三不不沾。三三什么都没，框网板什么都没上。那你们会不会说是面包球？也有我听过，三不沾，三个东西都不沾到，都没有沾到，三不沾，三不空气球，有就叫空气球，空气球可以。你今天早上有一个很漂亮的三不沾，没有，我第一天有两个三很漂亮的三不沾。Back at it again with the jump shot. We could lock it down only if we give it a shot. 他打比赛的时候也是三不沾，你就是三不沾，而且是很漂亮的三不沾。我们要不告诉大家我们组合的名字？我们的名字是小拇指兄弟，拇指兄弟不是拇指兄弟。我给大家来一个。好，我们来一个。二，嘿，嘿，完了，很尴尬。那你们一定要假装欢呼一下。站起来 ，OK OK。给面。哎，你说你原来参加那个选秀的时候，那你以前选秀的时候，那都是一些有一个明星梦想，然后演员那种，然后长得挺好看的男的，对吧？那挺有意思的。啊。想出道呀、啊！我觉得你就是那种，你如果不是这个球员，你来参加，我估计你就是这样。我得说啥、啊？因为我想跟李易峰比好看。不会，大哥，不是我怎么？你不是这样？对，不是。你看我啥时候说这种话？没有，我就可能开开玩笑跟大家。那我觉得不能这么说话的。你要善良，你老误会我，我老误会，我老伤心。东北人就比较直接，对啊，我不会那么说，就是不会那么说。老铁，他刚学的，那我就叫你大伦，伦姐，我叫你伦姐还是叫大伦？对，伦伦不好听，我叫你伦伦，我叫你伦伦。那我出门会被打的。你说人不自酒不醉人人自醉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你一句都没说对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有酒不醉人人自醉。你说错了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咋了？说的挺好的。核心的东西得抓住，就像你一个演个电影，你主角你得确定好，然后配角你慢慢配。懂。你要是主角，你要是没有号召力，要是你比如说像你要是你演的电影，你要是把它换成我。也没人看呢，对不对？你说辽宁队我来打空位也不行啊？行，好使，比现在收视率高。这世界很酷。